今天我要跟你们玩一个游戏，看看谁先笑。现在游戏开始，老师问小明一个问题：一加一等于多少？结果小明答错了，你们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小明说是三。没人笑，不好笑。好，我再讲第二轮笑话。有一天，小明拿了10块钱去杂货店买一粒糖果，结果买不到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老板没有钱找。不好笑，不笑到咳嗽啊。好，我再讲第三个笑话。有一个人叫做小华，人家看到他就哈大笑，你为什么吗？因为呢，他的名字叫小华，小华，小华，小华。好不好笑？我现在要跟你们讲第四个笑话。有一天，炒面遇到炒饭，他问炒饭：“炒饭，你为什么会叫做炒饭？”你知道炒饭怎样回答吗？炒饭说：“因为我不是面。”不好笑？那我就跟你们讲第五个笑话。小明什么小都不好笑，我是要跟你们讲大明的故事。有一天，大明呢出去巴萨走走走走，结果呢很多女生环绕他，大明就觉得他很帅。结果呢，他说：“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很帅呀？”其中一个女生跟说：“哈哈，你的拉链没有拉。”不好笑。好，我再讲一个加强版。你们知道这水泉哪里来的吗？谁啊？我们哪认识的？啊，我们在玩具店认识的。